鸟飞翔，飞到远方，看不见的一座灯塔，随着风一起飞过海洋，打开天窗，凝视海洋，波浪中寻找我的家，不让风阻挡自己的梦想。梦表不是第一次迷失方向，才是第一次是希望，再相信我们能像海鸟一起抵达属于我们理想的天堂，属于我们梦想成真的地方，我们的爱人和我们家人，在容得下我们的世界创造，属于我们自己的海港，属于我们能去再生的海盗船，随着太阳，随着光浪，朝向属于我们坚定出发。天地出发。